大家在路上是不是常常会看到格马兰展售中心的身影呢？在这边除了可以买酒，还可以做什么？今天就跟我们一起来看看，在格马兰展售中心有什么推荐必买的商品。我们还会喝一下隐藏的单杯品饮服务哦。首先，大家一进门可能都会被大量的酒款给吓到，不知道该怎么挑选比较好。这边呢，我们先给大家一个方向。如果你是入门品饮者，可以从甄选系列开始，不但价钱比较亲切，可以了解格马兰酒厂的基本特色和制酒师想要呈现的风味。那另外还有一款格马兰经典呢，是第一支格马兰的单一麦芽威士忌，也是想要认识酒厂的必试酒款。如果你是进阶的酒友的话，可以试试看经典独奏系列，你可能比较喜欢风味强烈的原酒，或者想要找不同的橡木桶等等。那这个系列呢，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类型可以选，很多酒款也得过各种赛事的大奖，是最受老饕喜爱的系列。那如果第一次来，第一次想要买卡巴兰的威士忌，你觉得哪一支最能代表你家？会推这支葡萄酒桶，因为它的话是曾经在我们2015年的时候得了 WWE 的冠军，很蛮多人就是会回来找，而且是国外的朋友特别请台湾的朋友来回来找这支的酒款。然后它有一度呢是卖到就是我们要用预购的方式的部分，这样。在现在都可以买得到。现在都可以买得到。那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付费品饮的细节吗？好的，没问题。我们如果做付费品饮活动的话，会提供这6种风味桶，然后可以选3种。第一种的话，我们的 Fino 雪莉桶它比较不甜，带一点可能像是太妃糖还有焦糖的风味。那第二种的 Mazanilla 的话，它是带一点像是矿物的风味，因为它的熟成是位在西班牙的一个叫 San Luca 的地方。然后 Amontillado 的话，这支酒款会特别推荐可以做平民的选择，因为它是我们2016年的世界冠军酒款。那 Moscato 的话，它是使用麝香葡萄，也有甜雪莉之后的一个美名。然后 PS 的话，它是甜雪莉之王，也是所有我们雪莉酒款里面最甜的，它的口感会带一点像葡萄糖浆的感觉。那最后这一支的话，它是 Vinho 的葡萄酒桶，是我们家2015年的世界冠军酒款。那这边的话，您可以选3种。每一款的话，我们会提供20ml的量。现在我们就来一起喝一下。好，那首先的话，因为我们的品名顺序的话，会先从最不甜的 Amontillado， 然后一路到最甜的 PS 雪莉之王。那这边的话，你可以先杯子可以先拿起来看一下 Amontillado 它的色泽，它其实是比较偏向明亮型的琥珀色。那你可以稍微的把杯口靠近我们的鼻子。你等一下，这真的只有20ml吗？怎么觉得好像很多？它只有20ml， 对。然后去闻一下它的香气，它的话香气其实会带一点像是干果类，还有像烤杏仁饼干的味道。对，那我们再慢慢的去品饮一小口，然后可以先让酒体在口中稍微停留个3到5秒，让它整个口腔、整个酒体的香气。对，你会感觉到其实它会非常像乳汁软糖融化在舌尖的感觉。那刚好最近有一些送礼的需求，然后格马兰也算是台湾之光，是蛮适合拿来送礼的。对，但礼盒好多种，不知道该怎么选。好，那我来帮你介绍一下。因为这边的话，我像这几款是我们的年度的礼盒啊，比较特色的话就是使用的是我们的冠军酒款的葡萄酒桶，然后还有我们的新品的那个晨风雪莉，还有我们的比较经典款的经典单一麦芽威士忌。然后因为蛮多人会选这支的是因为它毕竟它是冠军酒款，然后又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它还送一个小只的试管酒，你看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其实这支看起来还蛮可爱的。然后还有一个是的话是我们的新品的晨风雪莉，这样的啊，晨风雪莉的三桶的话就是我们最近比较夯的一个酒款，还蛮多人会想说，看到广告的时候会进来寻找这支的酒款。这支经典的话是我们家的第一支酒款，然后它的话一样也是有买大送小的部分。这样试管酒的话，我们这边可以自行搭配，可以自己挑5款我喜欢的酒款来做组合，这样子。嗯，我想要尝试一下冠军酒，我也可以直接买这个试管酒来试。对啊，因为可能都觉得它的包装很可爱，而且携带很方便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很可爱的，它的话是用我们蒸馏器造型的设计的，然后它的话有一个小样酒的话蛮可爱的，上面的话一样是这个小样酒的，它是做的像魔术方块的样子。它下面的话是可以就是自行挑选的小样酒，摆在家里呀、或送礼都很好看这样。
嗯，这就是比较经典的手酿酒的造型。很多人都会特别去找这个收集这些酒款。那这两款的话是比较特别，它就只有我们像我们展售中心啊，或者是宜兰酒厂才有独卖的商品，因为它的外包装设计都是比较特别的。那有没有什么酒款是只有这边才找得到的？这支的话是白兰地桶威士忌，然后是属于我们的独卖的商品，就只有在台南展售中心的门市可以看得到这支的酒款。然后它的话比较偏向于那种水果的气息，我觉得它比较清爽一点点，你不要觉得它是原酒，可是它喝起来不会酒精味那么重的感觉。所以这支就只有在这边买得到，别的地方都买不到。目前的话就只有展售中心买得到，有点限量的商品，对，卖完就没有了。对，好，那大家就知道赶快过来抢。对，没错。好，那刚刚带大家一起走一遍格马兰展售中心，那大家就知道除了可以来这边休息之外呢，其实也有蛮多别的事情可以来这边做的，大家也可以来这边付费品饮啊，或者是来咨询一下选酒的问题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回去喝酒咯。